2007年了哈，一直直到去年了哈，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。我很多时间都在我们台湾的部落哈，各大部落哈去做文化创意产业的辅导啊，尤其是在浊水溪的沿岸了哈，给我很多研究的素材。生活在部落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失业的，但是我又看到他们的一面。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很悠哉的，是很快乐的啊。原乡的朋友，他们没有钱也可以活得很快乐啊，是不是？人生啊，哈，其实没有什么好计较的。哎，一只蜻蜓都不把你看在眼里，不会因为你是什么人物，他还是比你更高高在上啊。